大家好，学长，回到一江湖。那今天可能我们落霞镇开场就这么干嘛了？没错，我们不是要去天刀门，而是终于可以去解救让我们等了三个月的那个男人，我们张大牛。那在讲张大牛之前，先来看一下我们10月21号的公告。我们引颈期盼的85级副本终于开了我们的枯骨门，然后也有开我们的第六伺服器。那等一下会来看一下我们的枯骨门。那今天最主要的，现在先解一下他的前置任务，就是我们张大牛。那张大牛这个任务哈，真的，原本这种支线任务一般我是不太，就是自己解一解就算了。那张大牛这个任务太特别了，这个从一开始刚开服三个月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我自己在解的时候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那个问孙红美从来都没有张大牛这个东西？然后至少网络上我至少看过至少十几篇的文章，都是在问孙红牛那个张大牛到底跑去哪里了。然后就想说，孙红梅这个任务到底是有没有开放？那最后有一些比较先行的玩家有提示说，这个东西是等我们85等的副本的一个前置作业开放之后，然后他才可以开始解。所以今天大概10月21号，至少会有破万的人去解救我们张大牛吧。好，所以为了庆祝这个感人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我们孙红梅跟张大牛的故事，好吧？那为了纪念我们那个男人等了我们三个月，那张大牛我们就来拍一下给他的一个影片，应该也是不为过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解吧，从我们的孙红梅开始解。哇，终于要有张大牛的选项了。来，我们来解一下。来，孙红梅，亲人平安，然后爱人永康，如是变好。那来张大牛，我靠，真的有张大牛哇！每次都只有夫君而已。奴家前阵子回村，然后张大牛安慰他，张大牛到底跑去哪里了？翠花去了之后，就像是失了魂一样。那我们去村子里面找他。OK， 那我们去30至35。好，等我们27至37，我们的老妇，我们来打听我们的张大牛到底跑去哪里了。来，张大牛多了一个好孩子，真的是2天前跟人走了。张大牛的去向嘞，跟一个老道人跑掉了，不知道跟他聊上，然后要救翠花，只看到他们往西边前进。好，去西边找他。好，跟我们14至36的平民来讲一下，那打听一下我们的寻人张大牛，这落霞镇有来有往，帮不了你。那身长体型没什么印象，然后一身道袍有没有什么特点啊？双人同行这个，好，双人同行啊，这我倒是见过。那个带了一个往西边前进，傍晚时分进入林子，你说奇不奇怪 ？OK， 那我们去，在我们有时的时候，在我们11至38，我们在我们草地这边按一下搜索，听说应该就会有个山洞来了，前面要拨弄一下，应该有个隐秘的山洞，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。走，我们进去。好，进去山洞之后，听说1至3有东西可以玩，药味就在这里。这个毛毡搜索，听说会触发战斗，来看一下哦。住手，别乱摸！这个是神秘老者，炼制人魁，来跟他 PK 一下。好，搞定，怎么那么轻松？没想到这一趟来的得不偿失啊！人魁没练成，还折损了不少宝贝。小子，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啊，果然是那个枯骨门，他们就是要练我们人魁，就跟我们玄幻小说一样。OK， 落了几张纸条。哦，人魁残片了。好，那来找我们的张大牛啊，终于张哦，那个男人，哇，不容易不容易。张大牛眼神涣散，然后如同人魁一般。那走吧，去找他的那个孙红梅，走回去找他的那个老婆孙红梅。应该是他老婆吧，可是寻得张大牛了，来，他差点被做成人魁，开玩笑，来寻求名医，见多识广，少侠是走江湖的人，什么？竟然还要我们去帮你医治？好，我们要去医治我们人魁之法，所以这边就是算解完了吧，这边是开胃菜，来，再来是这边还是重点的，我们要开始去解救我们的张大牛，然后全部一系列解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枯骨门 ，OK。那我们去寻找啊、先去姑苏吧，先去姑苏的药铺。好，我们来到姑苏的药铺这边，那个化石山哦，每次有事情都找到化石山。来，少侠莫惊慌，是什么那个病状？我们已经找你好多次了，应该不会跟我抽钱吧？你连当下神医都不知道如何下手，那对啊，药王谷也还不错。哇，柳如意，药王谷中人，你竟然不知道什么叫药王谷？好，我们去药王谷吧。OK， 那我们去药王谷要去找药王。来，好久没来我们的药王谷了，哇！自从解完柳如意的任务之后，好像再也没来过药王谷。来，我们去找我们的药王，看看要怎么救我们的张大牛。等一下哦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你是陶渊明吗？来，如何救治？不知道救治。我要把他带来哦，靠腰，我还要把他带来。好，我们找孙红梅，把我们的大牛带去吧。好了，别废话了，赶快。那个药王的脾气好像不太好。
来，我们把张大牛送进去，然后要等到等十分钟。好，我们张大牛已经回到落霞镇，走，我们去找我们的孙红梅。来，大牛，你该过来了。然后我们带上张大牛了，走走。这一两个银子该不会是跑路费吧？好，我们去我们的药王国去找我们的药王。好，我们来到药王国来找一下药王，我们把人给带来了。来，看到我们的身后的张大牛，吓了一跳，这是啥玩意儿？把这个妖魔鬼怪带来谷里，这是被做成人魁的张大牛。老夫也算是半截入土之人，此等怪病还真是没所遇到。你有带当日的书页吗？就是那个人魁的书页。这人魁到底是啥？就是天妖魁啊！如果你有看那个萧炎的话，就知道了，他也有天妖魁。少侠若信得破老夫，那好吧，就给你吧。OK， 那大牛就被那个药王带下去了。那我们攻略是写说，到时候等五分钟，五分钟之后看飞鸽传书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反正就离开就对了。那我们到时候再询问我们的药王，看看他的病况如何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等一下我们的药王。好，那在经过五分钟之后，我们有收到药王谷的来信，就是张大牛病情有变，请速来药王谷一趟。那等五分钟之后，其实他一开始都没有了。他是写说，攻略写说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要离开药王谷。刚离开药王谷的话，你就会收到。所以一般来说，你找个地图飞过去，那你就会收到药王谷的信。要不然他好像同个地图来，他好像是不会收到那个信的。OK， 那我们去找我们的药王，看看我们大牛的病情。来，那个肉体硕好转，那神志依旧混沌不清，形同痴呆。那这该如何是好呢？姐姐去西西林人，我们要去找那个人魁，给他下蛊的人魁。那药王谷弟子学习之后必须出国历练，然后将什么许配给他。老夫也真心喜欢那孩子，当时就同意了。那离谷之后，那文秋忽然恶疾，那症状就来，老夫束手无策。那文秋之后就撒手人寰。哎呀，辛苦了辛苦了。那状态有如疯魔，直问老夫为何当初救不了。哦，离道了，就是然后含怒对老夫动手，老夫念在他气急攻心，就制止没有让他废物啊。这该不会跟那个步惊云一样吧？想要复活他的那个，看真的假的？这段是偷那个风云的吗？他偷偷到他遗骨，然后判出了药王骨。哇，这跟那个步惊云偷走的那个念，哎，是小石还是什么？他喜欢的人，然后冰棺里面那个。至此十年之后，为了救活他，大肆掳掠，然后实施禁术。哇，你是大蛇丸吧？眼下江湖伤天害理之事，早就违抗了药王谷的大计，视若无睹。那寻求秘理之法，这个离道在哪里？错了，这徒弟狡兔有三窟，你便当日杀死他，难道还有变数？那老夫怀疑这家伙知识有诈，不见他尸体，老夫着实难安。哎，需要佛手小红莲。那就在夜间才盛刊。好，我们要去找这个佛手小红莲。那离道门，所以我们就只能答应下来啦。好了，尽管动身，我们去青城山，然后要在晚上的时候去找我们的佛手小红莲。好，我们来到青城山，他写阵阵幽香从东北方传来，有来来来，所以我们要去东北方找我们的佛手小红莲，在我们的23:1这里。然后刚刚我已经用酒徒那个水上漂过去了，直接溺死，哎，真的是太烂了。这个，佛手小红莲 ，OK。然后这朵鲜花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小红莲，有个陌生人，牛逼，哇，真的是牛逼，哇，超牛逼，哇，给他鼓个掌，快给我闪开，这个小红莲请给他们拿去，来 PK。哇，我们跟牛逼来 PK 了，哇，牛逼。哎呦，帅哦，这个哇，这个傀儡做的很有型。爪击，来，哦，这个有点像那个艾伦欸，这是进击的巨人的那个吗？强化版吗？感觉他很像那个长发的那个艾伦。哎呦，还蛮强的嘛，感觉要费一番功夫。好，十，我们的西子九阶西子剑，十。好，搞定，玉洁此人，有如意。是啊，那要有些联络啊，真是言之有理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打探消息，牛逼。好，给我小红莲，什么原因都会呢？好，枯骨门为了防止人脉泄，然后会起毒，然后会毒发身亡。那除了小红莲之外，可以压抑我们的那个丹药。那枯骨门是啥玩意儿？常人不知道枯骨门存在也是正常。那藏于深山地下，若是不知情的人，是不可能找到入口的。好，那入口在哪边？赶快跟我们说。孟坤手上，给我小红莲有什么愿意？怎么愿意打？孟坤是谁？
他是门内的一个药师，李长老去世后啊，李长老离去后就是他做人魁的试炼啊，李长老应该是离道了。然后李长老是谁？就是李道啦，不知所向。但是他最早是将人魁术带入枯骨门的。好，那我们自个去找，给他准备疗伤，该不会是？哎呦，看还是要回药王谷。好，我们回药王谷。好，我们回来我们的药王这边。然后药王这边就我回来了，来我们的柳如意招眼的师傅气嘟嘟，气了一嘟嘴。来，总有人魁术进入下去，哇，配置的毒药真是不简单。来，把它治好吧，哇，考虑要再十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再等个十分钟。好，那在我们等了十分钟之后，再来跟我们的药王来讲个话。来了，正好来，我们来说枯骨门的事情，真是牛逼啊！在一下脱离了苦痛，然后通过大力关注，那真是非同凡响，药到病除。那再来是我们的离道的一个踪迹，虽然说离开枯骨门，还有留下不少的书卷。那想知道他的下落，书卷可以提供不少线索。走，我们去拿我们的这个线索，逆人魁。那这个人魁之术就孟坤所接手。那这个东西可以让人魁有神智。哦哟，不错哦，够强哦。那眼下只能去枯骨门走一遭了。没错，我们外人必须要被杀，然后如意这个反人哇，反逆人魁邪术。那我们还是需要我们的安全。好啦，那回老家吧，我们去我们的枯骨门哟。解锁副本枯骨门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。那所以再来的话，后面就是我们的拿我们的那个五禽技，就是五禽戏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秘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最后就是要拿我们的那个人皮残破人皮完成那个后续之后，然后还有十二个什么合车丸去解救我们的张大牛。解救完成之后，反正就我们是他写张红美，应该是孙红美吧。然后就拿到我们的五禽戏。那五禽戏的话，其实最主要它的那个功用就是也没什么啦，就是300级有个 10% 的气血上限。好，大概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们的五禽戏的拿法，然后顺便来救我们的张大牛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去凑齐我们的12颗的那个合车丸。好，那我们打枯骨门干两天，干到我们人皮残卷之后，就来给我们的药王，然后看看要怎么去救我们的张大牛。来，我们人皮残卷，来给他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人皮残卷啊，看来牛逼啊，真是牛逼，超牛逼！所言非虚，离道果然是在枯骨门待过，然后逆转人魁恢复灵智之法，来逆转人魁，我靠，还要偏方，凌霄花色干，哦，色干是什么东西啊？鹅不食草，这是草吗？什么叫鹅不食草？然后有合车丸，那我们要去合车丸搜索，然后去务必注意这个药丸，然后这个药物之后就可以指日可待了，我靠，指日可待。然后笔墨凭空消失一般，好啦，不管啦，先去救我们张大牛吧。需要12个合车丸，哇操，好，12个合车丸。那我们在枯骨门收集完12个合车丸之后，就来到我们药王谷。那收集合车丸的方法之前有讲过，就是其实也蛮容易的，就是在我们在翼王的旁边的有个大锅，然后记得要带一些火折子跟蜡烛进去，然后去搜索，然后搜索完之后就拿到一个合车丸，等于说打一次就拿一个啦。那你要打12次，12次的话，看你是要分6天打2次呢，还是4天打3次都可以。那只是说打3次的话，你的那个银两要准备多一点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给我们的药王，然后听说要等一个小时，走，我们来给我们的药王给我们的合车丸，这玩意儿还真是贵嘞。来，正好12份合车丸，事不宜迟，然后就给大家配置。这种药物老夫也是第一次配置，需要一点时间，真的是有点久。好，那我们等他一个小时。那等了一个小时，我们药王终于总算配置完成了。来，我们来跟我们的药王去救我们的张大牛。来，这是服下去之后听天由命。哇靠，看你配完之后，你竟然说听天由命。然后缓缓倒入他口中，喝完之后应该就快要 GG 了吧，就看我们的大牛的造化了。我靠，狂吼出声，然后声音充满了野性，然后又沙哑，似乎是感受到如此的痛苦，然后回过来帮他按下昏迷。干，你是毒王吧？你确定你的药是 OK 的吗？哇，这个大夫这太不负责任了。好，我们轮番照顾他，不知不觉天已色变黑。哎、欸，有谁？哎呦，张大牛起来了！哇，失忆了！看，这是偶像剧的剧情吗？失忆了！你认识俺？俺怎么都不记得了？俺到底是谁？那借一步说话，我靠！你把人家搞懵了！大牛命运多舛，干！你根本就是在为你的自己乱配药推卸责任，脱不了干系，你也知道哦啊！把他弄到人家失忆，哈、啊！你们药王谷也真是够强的。
然后停顿了一下，是不是丢了面子？那一同拜访他的家人，顺便探一下口风，好吧？哇，你们药王谷都搞这玩意儿啦，都把人家搞失忆，然后再把怕名声不好，然后再把人家那个留在那边。哇，这药王谷真的是一绝，我的天哪！这妖光谷真的太佩服了，把人家搞失忆，然后再把他当师弟这样子。来，孙红梅，来，大牛都病好了，可惜他已经失忆了，有点悲伤，要找药王。不是说治好了吗？没错，那个凶手凶手就是他。女侠是柳如意，就是你的家师，把他搞到失忆的。表亲无父无母，那能不能拜入门下也是一件好事情，好啦，看看未来还没有再救我们的那个。好，回来我们药王谷，然后跟他回复一下，你把人家医师给人家医到失忆去了。好，我们记名地址。哇，你把人家医失忆还给人家记名地址，然后柳如意就变成一声师姐了。好了，朗长青来处理。莫要推迟，来了，五行系为东汉名医华佗所创，以模仿虎鹿熊猿鸟然后的形态。哇，这是那个五行系是不是？好，解锁五行系的修炼。OK。那解锁完五禽系的修炼之后，要靠读书哦，要靠他指点才行。一天只能指点三次，然后到满级一般需要八天，所以我们要先请教五禽系哦，一天可以弄三次，那就开始修炼五禽系，来看一下哦。两腿一曲，腹部，然后掌心向下，目测前方。哦，所以这还是要跑条。一天三次要八天，24次300级，所以 一次大概15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就是这个啦，就是我们那个五禽系。OK， 那之后的话，没了。哦，这样算学一次。哇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你是陶渊明吗？然后请教第二次。哦，所以当然一直学。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啦。这就是我们这次五禽系外加我们张大牛的一个任务，一个支线还不错。这个支线算是很有趣的一个支线了，等于说开了枯骨门，然后救了张大牛，然后还在学了一个五禽系的一个秘技，这样子合策完比较麻烦一点，其他都还 OK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啦。那今天的分数喜欢支持一下，我是轩劳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